你干嘛要动我的东西？你不应该破我桌子上的东西。我花了很多心血做那份报告书，现在怎么办？你是不是要我失去这工作？姐啊，吃点东西再。 吃饭了，爸，你睡了吗？那天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啊。 爸，错错了。爸，现在吃饭了。爸，吃饭了。为什么不吃？ 我特地今天爬起来准备早餐给你，你还弄那脸色给我吗？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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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，姐啊。 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